那个严重的很，这个的话 ，OK， 看这个是翘起来了，整个，这个，这顶在往上就上起来，还梆硬梆硬的，这边，翘到这边来了，也好修好紧。 硬，特别硬，对，很硬，吸起来打开，吸起来，哟。 真细。
不要动弹性，对对对。没有事。
刚才忘了换刀片了。 嗯，小了没剪了？剪，我那个小的不用剪，那个这个小的剪也不行。高兴了。这个这样修，这。我修那个跟你的差不多，也是翘翘到后面，压脚下了。拍的好不好？还行吧，这个出来就行，剪掉就行。这个不能急，这种的慢慢的拍。 一点都不能急，那你修的干干净净的，拍的又正又干净。他那个没泡。没泡。嗯。嗯，没泡肯定不会修。这个修的漂亮。好使。建材是不是有七家进来的？啊？哎，你那个加一下这个大哥的微信，我的。建材加大哥了。对。 行，我们到时候半年过来来一趟。半年来一趟。嗯。加微信呗。哎，行，拿个大哥，是不是你？啊，就是你，对，加微信。能不能加微信？啊，加呀呗。因为另外人没来过呀。啊？另外人没来过呀。啊？另外人没来吧？没来。嗯。没来吧？对呀。啊。 行。这是几家呢？哇，嗯，这给我发过来了。什么？敬老院的电话。七家。十几家。这里哪有这么多吗？这里十几家呀。全是骗子。十几家。嗯。众筹。 西三的，卷城很大吗？很老中心。慢慢修，不急，隔一天来一次，休息一天，休息一天，干一天。哦，下边的都是医院，敬老院有1家、2家、3家、4家、5家、6家、7家、8家。大家，我们修过2年了。